大家好，我是凯。今天是4月10号，星期五。COVID-19 Vlog Day 19. Let's start the day. 现在是早上8点，星期五我是没有课的，所以这个时间我都会 part time。那我目前 part time 的地方是现代汽车的一个子公司，叫做 Hyundai Mobis， 主要是卖车的零件 accessory 到中南美洲。那我工作内容蛮简单的，因为我一个礼拜只工作不到20个小时，所以其实也没有办法做太复杂的工作，而且我只工作135。我的工作内容就是设计一些 flyer， 设计一些 brochure， 然后针对要新量产的车型跟它的一些零配件，然后做一些 promotion， 然后给我们的 distributor， 通常都是中南美洲的客户，厄瓜多或是哥伦比亚或是Costa Rica 之类的。那另外一些工作内容也包含数据分析，最近有做了几个针对 sales 的 analysis， 然后提供给我们的 sales reps， 那他们可以去针对不同的零件，然后提供一些promotion 给客户，所以我们就开始工作吧。好的，在工作了大概2个小时之后呢，我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异常的安静。我不是只是说空间异常的安静，是指我们公司的 group chat 异常的安静，然后 email 也都没有人寄信给我。那时候我是被 fire 了，然后没人跟我讲。后来发现，你看一下我们现在的 group chat， 全部都没有人在线上，只有我一个人。后来我就传 WhatsApp 给我的同事，我想说，为什么我问你，你都不回话呢？后来他跟我说，今天是 Good Friday。什么是 Good Friday 呢？就是在 Easter 复活节的前一个周五，大家不用上班。所以因为我8点早上起来，满心期待的说，哦，今天终于可以来做一些事情，然后赚钱。没想到今天放假，所以呢 ，OK， 那就多一个 holiday， 又要待在家里无所事事。 OK， 那我只好来念书了。
刚吃完午餐呢，那我们现在要出发去拿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呢？是一个当你在隔离的时候非常好用的东西，你可以自己玩的，不需要第二个人。等一下就可以揭晓。我刚刚已经跟我朋友拿完了这个神秘的工具，是什么呢？我现在就要揭晓给大家。啊！是一把吉他，哇！我到时候可以去吵死我的室友了。那我们就回去练吉他吧 ，Let's go。
大家好，欢迎回到。现在我要称这个新的单元叫做"凯网魔”，更新昨天的死亡人数，因为昨天我并没有到最后一刻，更新我的数据，所以因为必须要说，因为这是一个蛮大的冲击。佛州昨天出现了48位死亡，是自从爆发以来最大的死亡人数。那当然不意外，我们这个 Miami-Dade County 就是目前最严重的，占了死亡总数的1/3，总共18个。那另外比较有趣就是，也不说有趣，另外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在死者之中，最年轻的只有11岁，最老的99岁，大部分是介于50到70岁之间。所以虽然像大家所说的，年长的人确实在疫情或是比较容易感染病毒，但是也不是说年轻人就不会受到最严重的感染，所以这一部分是各位要千万要注意。那另外，迈阿密市长在昨天颁布了所有的居民，只要你要去公共场所，你就必须佩戴口罩。像是餐厅啊、超市啊，或是外送员跟工地等等的。但我想说啊，就是这已经不是慢半拍、慢一拍的事了，就是人家都整首歌都唱完了你才来，这也太慢了吧！而且更何况你现在外面根本买不到口罩，你要叫他戴什么？戴内裤吗？傻眼。好，那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这边佛州的经济情况，因为这个肺炎的影响，迈阿密或是佛州大部分的营业场所都关闭了，所以最直接影响到的就是经济跟整个失业人口暴增。那目前已经有17万人被雇主解雇，那以观光业受到冲击最大。那我朋友今天才跟我聊到说，因为我朋友他是在饭店业工作，那现在完全没有客人，也不会有什么旅游的情况发生，所以他们是到最近被叫做 furlong 就是放无薪假的意思。那他什么时候可以回去，他也不知道。所以这对于我们像是国际学生，确实是冲击很大，因为我们最近要申请。OK，那今天的新闻就到这边结束了。假如你有兴趣能够吸收更多美国的新闻跟有关于我们迈阿密生活的点点滴滴，请按赞、分享、订阅我们，明天见。